今天我们来吃个夏天比较爽口的下饭菜。海带丝拌鸭爪子，夏天没有胃口，就喜欢吃个这个菜。我们的海带丝到家温水泡半个小时，然后可以冷水泡两个小时，喜欢凉拌的话，喜欢软一点煮上几分钟，然后加点胡萝卜丝，加点自己喜欢吃的香菜配菜，这些就是一盘。它是干净无沙，储存起来也比较方便，多包更划算。新疆爆辣炒米粉，今天吃的是爆辣口味的。
快了。喝水。